哎呀，朋友们呐，我是小蜜蜂，今年这个年过的我可是赚着了。哎，媳妇儿啊，我今年的过年我都没看着红包，能不能拿上让我看看有多少红包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我看看啊，看看啊，我也不知道今年我赚了多少钱红包。这里边是不是有我一半啊？什么有？不是。哎呀，这些人是我的现金，这都是有数的。嗯。16啊。嗯。这些是有数的，这是咱爸咱妈给的。嗯。这是大姨36，然后这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那不也有我一个吗？都。这不都你的吗？我这是一个出纳保管员，就是老本行。都保管着呢。这没少赚的，我就从来我婆婆妈这儿到今天已经赚这些了。我就觉得你应该皮点，给我也花一花。这红包毕竟是我也有点面子吧。我先给你存上。存上。嗯。啊，你要存上呀。对，咱俩走之前就把这个存上，把这个红包钱咱攒起来，看看以后咱们攒就红包钱能攒多少钱。你存9600存整。对呀、啊，差死了。没有了吗？呀。没有现金啊？谁带现金的？车里还没有了。车里那我想存个整数呀，这家伙差4000块钱现金，要不咱去换点去吧？换啥换？一会儿我带你，咱俩上咱妈那嘎唠嗑，咱妈听着听着就给400。你啥意思呀？咱俩搁这算计咱妈呀？咱给这蹭400，咱妈这一看，这俩还愿意存钱，那可开心了，那肯定马上就不是400。一会儿咱俩把这钱拿着，你知道吗？就上咱妈那块去数去、啊、数去，然后你就说，哎，这咋差400？不是，你就问咱妈9600好不好上银行存。咱妈这一听呢、啊、他听不懂了就点着。就说想存个整，大家研究研究啊，看咋说。行，坑妈大军出发。哎妈，你猜我们俩今年攒多少红包？一起数数呗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毛了。妈，咱算一下。算着啊，3000。这个也是3000，这个呢，这个好像这个1000是吧？对的。这是7000，这是1000，8000。八千，这还有点那个散片儿。今天没有红包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900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哈哈哈哈哈！给了，那这还有一些转红包，他没有现金。红包没现金。万千，我寻思啥？俺俩这个红包呢，不想花，我想存一下。所以说我存这9600，我先存个整，存个整啊，不够，那不够添呢？不够吗？啊，差你那差400，差400，那我给你添，差400，妈的，我行，我去取点，你先别，等下我上银行再取400，这可能整景了。妈，你太黑了，我待会给你添400。妈，你老听不懂啊。啊，那行，没有，没寻思，没寻思找妈要，这没寻思啊，寻思算算账啥的，今天还得取400，知道这道儿都我儿说的，那行，花不着就，那我省着取了呢，啊，我这寻思给他正好存呢，花不着存，你记住了，存整个存单，可别搁那。嗯，就整存单，就还上你妈了，你给我存那个地方，你给我存钱。我和宋强打算是昨天打算今天早上走，然后我们俩就是上班的日子算差了。然后就推后一天，早起来跟我妈她高兴够呛，没想到现在就还熊了搁这儿，儿子儿媳妇熊熊了妈的，今天走好的，儿媳妇也高兴，妈一心里说你还不如今天走呢，真行，今多待一天我真啊，说好了吗？我妈说这怎么生个儿子找儿媳妇赚的？爸，
四张够不？够，就差四张，加四张。哎呀，嘎嘎新的，你错号好像。这个是谁还借的？我给忘了。谢谢妈，谢谢妈，又穷四百。够啊，那个够，正好出个人儿。那这车加油啥有钱呐？那不是我俩那就花。那微信那个我姨他们给转的微信。啊，你二姨还给你转微信了？转微信，那啥都没让咱俩知道，穷这俩的四百块钱。我二姨不着急吗？啊，那你二姨你俩走是怎么？去匆忙，我三姨那不也是没反应过来，我们俩就走了。嗯，关键咱也没告，这搞拖延心理，就是觉得不收红包是老大，一点都没告，然后都撵家里给。这两个大，过年跟我们俩还能用。对，这小包给别人。过年要有大孙子还得多。那再上网，再还有一个大的。赚着。哎呀，对。就是那个大孙子在家里，朋友们看看，凑整了。我俩早上起来搁这研究，又研究出来，正好凑了个整。总说挣钱难，挣钱难，我看也不太难。